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给大家上的第二节课讲的是很简单三个工具：线构成工具、面构成工具，还有那个实体构成工具。是因为这样子，因为上次跟你们讲过嘛，就是说心流的成型模式，反正就是说需要实体或者面工具两种模式。当然，还有线工具，对吧？但线四根线它就是一个面嘛，所以通常我会把它归纳成一个东西。然后今天讲主要这三个工具，然后让你们去掌握了这些工具以后，你们就知道怎么去组合成一个实体。因为心流建模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它需要就是说各种复合的工具，然后去建成，而不像是那种工程软件 Solidworks 或者 Pro E 那种，我有草图，我跟实体是完全分开的，所以说它的关联性会很强。心流就反过来做的。好，那就先说一下。然后上次讲过界面嘛，那现在你们都知道。那我们左边要找一个线工具，这怎么找？左边的工具列嘛。然后你这里看到有很多的工具列，对吧？首先这个线，对吧？线一样，你点这个小三角的时候，对吧？有一个小的三角形，对吧？这个点开以后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线工具，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讲了。反正我就很简单的，对吧？平常我会把这个东西 grand snap 打开，这个叫什么三格？你能看到对吧？我现在移的是一格一格闪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。那我现在这样，你看那个点，对，我可以，我就不会再限制在每一个格的那个节点上面了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那个正交对吧，offroad，还有就是说那个智慧轨迹 smart track 是什么一个东西呢？我先给大家讲讲，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对吧，然后我这里有一个东西，哎对吧，那我可能我是需要在这个怎么说，这里有四切那个节点嘛对吧，四个节点或者啊不三相切点对吧，四个相切点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想在这个相切点下面这个地方。就刚好在这根线上面去那个画，就这个点作为一个起始点，那我可能现在点一下直线工具嘛，对吧？我智慧轨迹就是smart track 我已经开了，对吧？开了以后，对，我点，哎，你看到 cut 就是说我直接点，然后我们点左键点一下，对吧？左键点一下的时候，对，然后我们这时候就点这个，那为什么我们？那我现在三格它当然是可以直接就是说啊，我肯定是在这根线上面嘛，对吧？因为我开了三格嘛。就是说，那开了这个，我一定在这个节点。那没有的时候怎么办？打这个 intersections object type，就是说那个相交点的意思。打开这个，打开了这个 central 中心点，这些东西你们要自己去找去翻译，对吧？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讲了，因为这个讲你们也觉得很无聊，也很费时间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线工具，对吧？那线工具的时候还有怎么用了？那这个就大概线工，还有那个什么，一个是直线工具，一个是什么曲线工具。曲线工具有什么呢？比如说我现在点第一个点，对吧？我随便再点第二个点，哎，你看到对，第二个点它不是在那个，对，第二三也是，第四啊，然后我点右键哦，你可以点 Enter，也可以点右键，你可以分别再这样试一遍。刚刚我是点 Enter，现在我点右键，哎，你看对，就是说 Cnew 的右键它是一个 Enter 的一个按键，也是一个重复。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再重复上一个功能怎么办？按右键，你看，对，就直接就是说，我这个就重复一个这个线工具，对吧？那如果是说我想说选一个刚刚那个是第二个点，它是用来控制曲率的嘛？可不可以要一个 exact 的一个曲率？就是说我一定要到那个曲线，就我点一定要定到那个。比如说我第一个点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我现在选这个，对，你其实刚刚看到我已经选了不同工具，对，这就是不同工具的一个差别，对吧？所以这些工具，对吧？你可能选3到4个这样子自己去玩啊，这个就不慢慢跟大家讲，这个讲真的太费时了。然后这个什么，一看你看情况什么，螺旋纹呗，这个呢就是那种放射纹呗，对吧？就是说一个圆形对吧？我随便拉吧，现在，哎，你看到对，然后这个是中间粗细对吧？然后你们去选对吧？比如说你看到嘛，比如说我现在点那个点对吧？然后结束点了对吧？我在顶视嘛，我结束我到这对吧？看上面这个文字，不要老看图标对吧？用用脑袋去想一想对吧？然后这时候可能就 diameter 对吧？start point diameter 可能就差不多这样子对吧？然后 second 呢就是说结束嘛对吧？那就再这样这么大呗。那这个当然全是个数字化的。那我希望就是说你们用脑去看看这个文字，如果你们真的想学好一个英文软件。看字是避免不了的，为什么老外用得好？因为这些东西是本身他们的语言。如果这个换中文的话，你一样会用得非常好，这个我是很肯定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什么别的线工具的？比如说在这里，对吧？我可能就是说，我本来是这有一个圆形，对吧？或者是不是，我本来可能是这样子，我可能本来是有一个方形，对吧？
有一个方形，然后就是说，然后我就 middle，我现在开了中间点嘛，那就这个是中心的嘛，对吧？那我就这样子点一下，随便一个位置，然后我可能就是说我这次放我可能要多少度了，可能我就18度吧，或者那个20吧，那你看它就会20，那哎，你看它往左，我刚往右怎么办？很简单嘛，这个重复，你再这样子做一遍就好了，就有时候就这样子再这样，对吧？找一下那个中心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一样，这是。打什么？-20呗，-20对吧？然后你就看，它就出来了呗。诶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遍。哎呀，选错了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那个中间对吧？然后呢，就这样子对吧？然后-20，对，你看，就反过来呗。有时候不行，没关系，直接重做呗。然后这个就基本上线工就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这个，你选这。椭圆形的，对吧？然后椭圆形，你看这你要看这个就可以看图标，为什么？中间、右边和上面三个点什么？一开始定好中间，然后定好右边，再定好上面，懂吧？就点的那个顺序。那这个呢？对，有时候我可能是需要左边、右边，我可能左右我确定了，但上下我不确定啊。这时候我就上面，然后下面这种确定了呗。就说这个画你现在知道就可以了。到时候你建模的时候你就发现了，就是怎么用啊？你自己会去思考的，我相信啊。然后这时候再下来这个是什么呢？对，六角形通常是什么？然后你看这个 num size，就是说那个你可以选四角。四边形对吧？然后再右键一遍，然后我这次点五对吧？这什么呢？对，五边形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吧？好，这个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线工具的一个讲述了。好，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先去那个面工具哈。线工具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你下面再给我留言对吧？我可能后面再给你们特别补对吧？可以吧？面工具是这样子的，反正就是说面，我刚刚也说过了，如果是说我直接生成面，对吧？我用某个工具生成面，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点，这个最简单第一个，对吧？这个，然后这个的话，现在我点的这个地方，那这个就是说一个，反正它不能曲面的，它一定是平面的，这个你不用想的了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我就只要左右一个对角点，我只要知道对角点位置，对吧？我就可以了呗，对吧？就对角点，反正就是说，那尽量起始都在这个位置啊，0,0点，你们自己数字比较好算，就是说，比如说。右键开始对吧？00呗，反正就是说你自己开一个00点对吧？00点，反正你自己就，反正你开了3格嘛，那你每一个肯定就在零这开始嘛，就相对来讲你自己比较方便对吧？但是反正没有关系了，这个心里有差点点精准，对你来说不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啊。然后这时候再下来了，还有什么呢？那这时候讲可能会比较复杂，因为面我只能生成一个平面嘛，对吧？就是它不能生成一个曲面啊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然后这时候可能就这样子，我就需要用到一个曲线工具啊，先说好这个曲线我是随便画的啊，那我可能就在前视图画吧，我可能就随便画两个，对吧？我这次就这样子呗，我随便画一个曲线，真的随便画，你们想自己也是随便画就可以了啊，但是我要求一个东西，你们这两条线要平行的，你们这个曲线怎么画都可以。那这时候画完对吧？我们双击一下这个 perspective，就是透视角。透视视角啊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开了端点嘛，端点也就是说我们这两个我们把它连起来接起来，对，其实你们都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对，要讲到不同工具对吧？首先这样子，要给你们讲第一个，双轨路径，就是说这两条有两条是路径，有两条就是说一个前后端，就是说它的 start 还有它的 ending，对吧？那选 first row，那因为它是曲面，那我们可能选肯定是选什么曲面的那两条，对吧？第二，对吧？两条路径我们先选了，当然你看上面也可以，对吧？然后选择就是说那 cross section，对吧？或者 curve，就是说它一个曲率变化，对吧？两个怎么选都行了。其实如果你像现在这种简单的一个曲面，你看其实差别不大，一样。那你看这时候它曲面就比较多了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就非常简单。好处就是说，你这时候点开按 F10 的时候，它控制点会比较多，你能看到。再比如说，F10 有时候是怎么样？我们可能会这样子画，然后稍微拉一拉怎么的，这种懂吗？去制造一种全曲面，这种是偷懒的方式。正常键当然是用这一支这样子四根线拼一个面，慢慢拼，做成最后一个。那我们这时候再试一下那个，不能右键的，我们就回去呗，再来一遍，试一下选另外两边会怎么样？啊，你看到这个面是不是干净很多？对，这就是一个差别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是说，看你个人喜好，对吧？你喜欢，通常会尽量少线一点。但如果你说，我这个面，我想多一点控制点，我方便我后面调整的，对吧？那你就一开始选那个曲线曲率高一点的那根线。那如果不想的，就反过来呗，先选平一点那根线，就这么简单。
那再下来了一个单轨路径，单轨路径通常是怎么用呢？单轨路径其实用法通常就一种，但是也有别的方法可以做这个，就做比如说我现在画了个圈，对吧？一个圈，对吧？里面就很简单嘛，我看到一个圈啊。刚刚讲完双轨路径，现在讲那个单轨路径，对吧？单轨路径，因为平面的主要会用的功能只有三个，别的话，如果你们后面想知道，我再跟你们讲啊。然后这时候就这样子，可能是说我在旁边这个，我在这个圆的相接点啊，你看到？因为为什么我这么快能点到？因为我在这个前置，这个顶置，对吧？我点就点在它边上，我一定就是说它一个相切点，你们能看到吧？一定是在这里，而且我开了三个，所以说很方便。有时候就是说给自己一个限制，对吧？除非你说啊，我这次我想往里面一点点，但是我刚好有这个中间，好，你就稍微这样子哦，那个稍微光把这个关一下，对吧？然后呢再把这个这样子这个拉一拉什么的，对吧？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给那一个什么，就是说开起来。对吧？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是吧？然后好，继续下来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再画一遍，我们再画一遍这个东西。那你看到 end and cut，你看到了，一样，我们就随便拉。然后这时候选一下单轨路径，单轨路径基本上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。比如说先选路径啊，这个真的要先选那个，你要它沿着走的那个路径啊。第二个你要就是说选那个就是跟着走的那个就路径的一个物体 object，点一下，然后右键。左键是选择，右键是确定，你这么去记吧。然后 OK 啊，这些都不用管它，默认设定就好了。也不希望你们学的太复杂、太专的再进去，毕竟建模嘛，对吧？就是这种 3D creating 嘛，只要能用到你需要表达的一个用途就好了。我不建议用的太深入，因为软件终归是表达，更多的是以你一个设计思维。好，那这样子你们就能懂了吧，是吧？就很简单嘛，单轨就是说你想画一个什么东西，基本上原它，比如说我现在我就随便画根线，对吧？然后我可能就在这你看到我真的随便画，然后画完了右键结束，要养成这个习惯。但是当你养成这个习惯有个不好，就是说你学别的软件的时候比较痛苦啊。那这时候再来一遍，选一下那个单轨路径，对吧？那再选这个object，对吧？哎，你看到对，哎，结束对。基本上就这样子，很简单的。然后这个就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最后一个要跟你们讲的，这个的话呢，刚刚这个的话其实跟双轨路径非常像，但差别在哪呢？它这个的话，它更细腻一点，就是说一样，就是说哎，这个线画的没那么直啊，没关系啊。你看这个 point，然后 point，然后就这样子移过去 inter，哎，你们看到对，就是这么用，就是说这些控制点，有时很多时候你们要换啊，你们自己就是说要理解清楚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要你们自己去玩啊，也不用真的叫学叫玩，这个软件要有一种用一种比较娱乐心态去玩，去发现它有什么一个特点，对吧？就有时候还是要有点那种宅男心态啊。然后这时候我们选这个功能，对吧？Surface Vanilla of Curves，就是说，那这个的话，通常是用在什么方面？双轨路径通常是用在两个，就是说这种双向规律的，或者是说它曲面变化没那么大的，对吧？即使是汽车那种汽车的它的门板呢，什么用双轨路径其实很足够了。这个是什么情况用？就是说四条线啊，A、B、C、D，它是分别可以 preview，对吧？你看到它能主要是用在哪一些？复杂的曲面，复杂的曲面的处理上面就会用这个。你看到它这个面就上控制点上来就那么多了，但是这个会用的比较少，为什么？除非你真的那个面很复杂，我觉得你才要用这个。但反正建曲面暂时来讲就这三个，没有别的了。好，再下来就是一个实体工具，实体工具呢就更简单了呗，对吧？基本上面工具刚刚讲的三个，对吧？线工具讲的也是三个，对吧？首先就是说各种形状的，对吧？归 regular form 的一个线稿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线、曲线、曲线、直线，对吧？两个这么给你猜，应该很好记吧？然后三个工具，双轨、单轨啊，单轨、路径，还有一个就这个就是说无规则的一个线构成工具啊。然后基本上你们这么理解就好了哈，比较简单。然后再下来就是说再下来就实体嘛，实体，比如说我现在画了一个草图嘛，对吧？一个 sketch，一个 sketch 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点这个，这两个你们不用管它，这个就怎么说，一个面拉伸，对吧？excluding surface，其实你们看字你们也能懂，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拉伸，也是一样，对吧？你看这个直接就是说一个线拉伸呗，线拉伸可以用这个，我再给你弄一个面拉伸呗，好吧？
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这一次要选一个，一个就线拉伸，一个面拉伸呗，反正差别就这个。哎，你看，对，它也跟面拉伸的，曲面可不可以啊？曲面，说实话，这个我自己还没有用过嘞。我现在给你们试一下吧，就能不能是说在一个曲面？我这在右是为什么？我想，因为我想它横行的拉嘛，对吧？哎，我可能就我把它剪一剪吧，啊，那这个我就随便剪的哈。你们这个反正有时候比较无节操，为什么？因为交软件的时候，有时候比较难去找到一个什么共用素材，就是说叫你们去下载，我觉得也很麻烦，还不如说让你们这样子随便一个前面那这八九节课，你们可能就先玩一玩这个软件，这样子比较这样好一点。好，不说那么多废话，当然这个那、啊、这个不好意思、啊，这个基本上就万能了，基本上就万能，就是说它反正怎么样都能拉伸，对吧？但是刚刚另外一个它就只能怎么样，就是说一个面拉伸，哎，果然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对。基本上就这样子，它可以面拉伸啊。你看这里长度也是一样的啊，曲率也是一样的。还有没有别的拉伸工具了？哦，这个你要让我想一想。有，我记得还有一个，这个，对对对，这个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工具吧，这个也行。但是你记刚刚那个吧，比较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多时候画一些实体都在这里。别的话，因为有些太细的一些工具，我不建议你们学，对吧？学太细的没什么用，因为你最后你很少说会真的会设计一种什么全曲面，就 freeform 嘛，英语里面讲的那些东西，我觉得意义不大。而且你为了画一个全曲面，练就这么强的软件技能，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。你还不如多选两套软件，对吧？软件够用就好了，不用走得很专很极限啊。然后再下来就实体工具这里，其实圆锥体、圆形，点一下，再点一下外围的，点一下中心，一下中心，一下外围嘛，对吧？这个你们自己去玩，对吧？就反正就只有这个了，没有别的了啊。其他的就是说呢，首先就是说，线工具就这些，面工具啊都在这里，然后呢，那个实体工具都在这里，你们自己去其实看图标，你们就知道它是干嘛的了。我相信圆形嘛，扁的圆形嘛，对吧？圆锥体嘛，对吧？四方锥体嘛，对吧？这些你们都知道的嘛，对吧？这些东西反正就你们自己玩一玩，试一下，然后画不同形状，比如说我想这样子，随便画些模型，这样子齁一齁什么的，对吧？可能或者这样子，对吧？这样子，那你看这里，我一拉五角，为什么呢？我刚刚好，线工具那边设了一个五角嘛，最后对吧？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记忆体在那边，就是说会自动给我记忆。好，那个基本上所有的就是说一个实体生成工具都在这了，后面就是什么？后面的实体编辑工具了，就属于说好，那一个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给我下面留言，我后面再给你们补影片。好，那一个谢谢大家。